呢段短片将会介绍点样喺资历名册流动版上面搜寻资历。首先，喺主页输入关键词，然后按一下放大镜，就可以搜寻你需要嘅资历。如果想加入更多搜寻条件，可以喺主页按中间左边嘅图示进入资历搜寻。喺搜寻页面，你可以输入关键词同埋加入搜寻条件，再按搜寻。根据你所选择嘅搜寻条件，页面会列出相应嘅资历。你可以再修订搜寻条件，或者变更搜寻结果嘅排列次序，找出最符合你需要嘅资料。当你找到合适嘅记录，可以按一下资历名称，打开资历记录详情。如果资历属于特定嘅类别，资历记录底下会显示相应嘅图示。你亦都可以按一下呢个分享图示，然后复制或者揀选合适嘅应用程式分享资历资讯，又或者按隔离嘅心形图示将记录加去我的最爱。如果想睇返已经收藏嘅资历，可以按一下喺页首嘅心形图示。如果你要睇上或者下一个资历嘅详情，可以喺页面向右或者向左扫。多谢你收睇呢段短片，如果你仲有其他疑问，请联络资历名册管理员。